它还装了一套左右共四出的黑色排气管，样子很漂亮。但是想要得到它，必须花10,100元来选装。你选装的只是一套黑色的排气管尾喉，整体排气声相比较没选装之前并不会有任何变化。而说到选装，我们今天这台车还选装了一套20英寸的卡宴 Sport 样式的轮圈，价格是6800，尺寸跟标配的是完全一样，只是样式有点不一样。 而如果你想要选装更大一号的轮圈，最贵的是61800。好，整体外观说完，我们再上车聊聊。上车之前，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这台车并没有无钥匙进入功能，因为保时捷嘛，想要得到无钥匙进入，必须花钱来选装。 看完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车内。这台凯宴酷配车型整体车内的设计风格跟普通版的凯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都使用了保时捷家族最新的设计语言。前面是5炮筒的仪表，两侧全是液晶屏，只有中间这个转速表是机械样式的。右侧液晶屏你还可以切换导航地图啊等之类的信息，使用起来还算比较方便。中间的液晶屏和下面的电磁炉控制面板在干净的时候的确很漂亮，但是它的缺点是 太容易积灰了，并且指纹残留有点严重，所以说想要让它干净亮丽，你必须经常来擦一下。而下面这个触控面板在使用的时候也是有震动反馈的，所以说不会有什么误操作的情况。但是这台车前排跟大部分保时捷也一样，它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储物空间并不算特别的富裕。前排中间这里只有水杯支架可以放一些随身的物品，但是放了手机、钱包，你的水杯就没有办法放了。 前面这里还有一个小的烟灰缸，后面这里有点烟器，但是这套东西绝对不是免费的，想要得到它，你必须花700块选装吸烟者套装。而说到选装，我们再来聊一下这台车前排的选装，看一下中央扶手上这个烫印的保时捷 logo， 这个东西想要得到必须花3800元。而阿克塔尔的方向盘选装价格是5400，选装它之后你还可以得到电加热的功能。 BOSS 音响 16700， 而选装一体式的运动座椅不要钱，但是如果想要得到18项电动调节，你需要多花4700元。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排，很多朋友会比较关心凯宴酷派车型第二排的头部空间，因为是大溜背的造型嘛。我坐在这儿觉得头部空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两指左右，腿部空间也还算比较富裕，地板中间凸起有一定高度，但是上面比较平整。不过凯宴酷派车型标配是四座版车型，如果想要得到五座必须选装，如果没有选装五座，中间这里是一个大的储物格。坐在这儿的话，其实整体第二排包裹性还算不错，中央扶手也非常宽大，尺寸很好，但是这个中央扶手上面这个开放式的水杯支架我并不是很喜欢，我觉得这个价位级别的车型如果放这个水杯支架实在是有点不显档次。而其他细节方面，前面两个空调出风口，在下面两个 USB 接口和点烟器和烟灰缸。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个第二排坐在这里，空间舒适性以及座椅的包裹性都还算不错。而这个第二排座椅可以按照424来放倒，放倒之后行李箱空间可以变得更大一些。而因为这个凯宴酷派车型后面加了个大溜背的造型，所以说行李箱的高度相比较普通版凯宴有点受到影响，但是宽度和纵深没有太大变化，整体行李箱的空间表现在这个级别中还算不错。版的凯宴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入门版是一台 3.0T 的 V6 发动机，高一个级别 S2.9T V6， 最残暴的 Turbo 当然就是那台 4.0T 的 V8 发动机了。而我们今天这台入门版的凯宴酷派车型，它就是装备的 3.0T 的 V6 发动机，动力参数相比较残暴的 Turbo 它会相对平庸一些，340马力，450牛米。平时你在日常驾驶时，如果驾驶模式选项调到 Normal， 你会觉得整台车开起来是非常舒适的，舒适的让你甚至怀疑，你开的是不是一台大众的途锐或者是奥迪的 Q7 啊？因为它开起来之后真的是很舒适、很轻松，舒适到可以让你忘记这是一台保时捷。但如果你低下头确认一下方向盘上的彩色 logo， 这是一台保时捷没错的话，把驾驶模式选项调到 Sport Plus， 或者不用那么麻烦，直接深踩油门，毫不犹豫的动力会告诉你，这真的是一台保时捷，没有错的。这台车平时你可以舒舒服服的代步，但如果你激动起来，它会比你还要兴奋。变速箱方面，无论哪一个排量的发动机搭配的都是一台 ZF 的 8AT 变速箱，这个变速箱是目前市场上公认的一款非常好的变速箱，在保时捷的调教下，我觉得跟这个发动机搭配也是很完美的，它可以温柔，可以暴躁，而使用手动换挡拨片，你在拨完拨片的瞬间它就已经完成换挡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变速箱表现真的没什么可多说的。另外我们今天这台车还选装了 Sport Carnival 组件，选装了这个组件之后，它拥有了弹射起步模式。保时捷的弹射起步非常简单，你只要油门刹车同时踩，仪表上出现弹射起步的字样之后，抬起刹车整台车就会马上冲出去，四个车轮没有任何打滑的情况，所以说也没有任何动力损失，所以即便它的动力参数并不是特别出众，只有340马力，但是它在我们之前的0到100公里每小时加速测试时还是拿到了5.69秒的好成绩。但是我们今天这台车不一定有这么快的成绩，今天这台车0到100公里的加速时间应该是在6秒左右，为什么呢？因为这台车选装了一套4G胎，4G胎选装之后对于加速和刹车成绩都会有一定影响，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不是北方的朋友，完全没有必要选装这套4G胎，一套高性能的公路胎对于一台卡宴酷配车型是更好的选择。哦，对了，还有件事需要说一下，选装4G胎在保时捷上面居然是免费的，不过免费的真的不一定好。
底盘结构方面，卡宴酷派车型跟普通版的卡宴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全系都装备了全时四驱系统。另外，卡宴酷派车型相比较普通版的卡宴，它还全系标配了空气悬架。我们先来说一下这套四驱系统吧。我们之前北京的同事在越野场地里测试，它的单前轮、单后轮通过滑轮阻滞都没有任何难度，而且在越野场地里整体测试的越野性能也是不错的。但是我觉得好像大部分买卡宴的朋友应该不会拿它去越野吧。我觉得这套四驱系统更大的发挥空间应该是在铺装路面上。你平时在铺装路面上驾驶，它会呈现出一种后驱车的特质，因为会把更多的动力传到后轮。只有当车辆检测到后轮失去抓地力或者是有点转向过度时，才会把更多的动力传到前轮。所以这套四驱系统它可以让你在公路上或者说是在铺装路面上享受驾驶乐趣的同时，还能给你提供很多的安全保障。说完四驱系统，我们再来聊一下这台卡宴酷派车型上标配的这套空气悬架。说实话，大部分豪华品牌的空气悬架我都不是很喜欢，因为虽然说空气悬架它很舒适，但是它为了舒适性可以牺牲掉路感，牺牲掉车辆与驾驶者的沟通，牺牲掉一定的公路性能。不过注意我说的是，大部分豪华品牌的空气悬架我不是很喜欢，保时捷例外。虽说因为空气悬架特殊的结构性原因，因为气包跟金属的螺旋弹簧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它在特殊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一些横向的不规则跳动，但是保时捷的空气悬架并没有这样的情况，它在处理路面颠簸和震动时只是把它处理得比较柔和比较平缓，它并不会完全掩盖掉路面的信息，它还是会跟驾驶者沟通，它会把一些路面的情况传递给驾驶者，让驾驶者对路面情况有一定的了解。而如果激烈驾驶时，虽然说它跟911这样的保时捷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但是在中大型豪华品牌 SUV 中，它开起来还是拥有一定的驾驶乐趣，并且开起来之后它也可以给你提供一定的信心。这次的试驾时间并不算特别长，两天试驾时间我基本上都是在城市里驾驶。如果你想要让我说出卡宴与卡宴酷派车型开着有什么区别，我觉得有难度，因为两台车实在是太像了，不对比着开很难说出两台车的区别来。但是我想说，无论是卡宴还是卡宴酷派车型，它们都是在中大型豪华品牌 SUV 中拥有相当高驾驶乐趣的车型，它们是在提高舒适性的同时并不会牺牲掉太多的操控性。而如果你觉得 3.0T 的动力满足不了你，你可以看一下高一个级别的卡宴 S 酷派或者是卡宴 Turbo 酷派车型。我们最后再来说一下价格，卡宴酷派车型官方指导价是99.8万，相比较普通版的卡宴它贵了8.5万，不过你可以得到一套行驶质感非常棒的空气悬架，99.8万加上一些选装配件，价格可以轻松超过100万。100多万可能你会说这个级别中它的性价比不高，的确如果你要是跟宝马 X6 奔驰 GLE 酷派车型相比，它的性价比比较一般，但如果你把这个价格区间放到100万到300万甚至到400万之间，你就会发现它的性价比所在了。而卡宴酷派车型跟卡宴该怎么选择吗？我的建议是，如果你结了婚有了孩子，第二排跟行李箱使用频率比较高，我会更加推荐卡宴车型，但如果你是单身或者是刚刚结婚经常过一些二人世界，我更加推荐这台酷派版本的车型，因为毕竟整体外观看着更加年轻而且更加动感些。